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试飞员乔治·邓肯呢，正试图将一架最新版本的 F 九 F 黑豹战斗机降落在中途岛号航母的甲板上。 但突然吹过的妖风把他的飞机直接甩到了甲板的边缘，战斗机被切成了两截，陷入到一片火海当中。哎，这样的架势，你认为飞行员还有活下来的机会吗？但幸运的是啊，由于处置及时呢，乔治·邓肯活了下来，而且仅仅只是耳朵被烧伤了而已。不到半年，他又开上飞机了。哎，这段珍贵的影像不仅告诉我们把飞机降到航母上是个多么危险的活，也让好莱坞捡到了便宜，把它作为素材直接搬运到了好几部电影。 当中，比如一九七六年的中途岛和一九九零年的寻找红色十月。当然，在后者当中呢，他临时客串了一下更为现代的 F 十四熊猫。如今舰载机在着舰时呢，会推力全开，所以不太可能再发生掉到甲板边缘的情况，顶多是没有挂上拦阻索后再次从斜角甲板上付费了而已，造成损失的概率呢，哎，大降。 不过在早期啊，航母是没有斜角甲板的，舰载机就是直冲着舰首这么笔直的降下去的。哎，没有付费的机会嘛。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给拦下来。哎，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啊。首先，相对于现代航母上只有四条甚至是三条拦阻索而言，直线甲板的航母上有十二条拦阻索。哎，但这就够了吗？ 显然不够啊！万一要是尾钩脱了呢？哎，你再多的拦阻索又有何用呢？那我只能把目标定在起落架上了。于是，在十二条拦阻索后面呢，还绷了五条拦阻网，它长成这个样子，由上下两根钢缆组成，架设高度大约一米，通过拦住飞机的主起落架来制动。哎，你最好不要尝试真的用到它，因为我感觉它就是个半马神嘛，飞机撞上去呢，飞死。 机伤啊，是一种牺牲小我保全大我的做法，而且对那种采用前三点式起落架的飞机啊，牺牲作用还特别的大。好，万一就算这样还是没把飞机给拦下来呢？哎，当然还有最后一道防线啊，高约六米的阻拦网了。它由上下两条水平的横索与数条垂直的条带组成，目标直指,指整架飞机的机身。 不过相比起将全部自动应力都施加在飞机起落架上的拦阻网而言，它通过更大的接触面积呢、哎，反而分散了应力，使飞机受到的伤害减小了。尤其是它在材质方面啊，并无钢缆，只有又宽又软的尼龙，也使得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不会像前面的钢缆那样可能划过机头，切进座舱啊。 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啊，哪怕是到了现在，航母已经有了斜角甲板和更加可靠的着舰系统，主三网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平时收起来，紧急情况下只用三分钟就能够架设好，还的确是救下了很多突发状况的飞机呢。二战后期啊，眼看快要守不住太平洋的日本海军，准备要做出最后一场赌博了，那就是要把战火烧到美国的本土，希望借此来让美国做出让步。 他们能怎么做呢？派轰炸机飞到美国上空扔下炸弹吗？太平洋上的岛屿已经丢得差不多了。要是从日本本土起飞的话，飞到最近的美国西海岸也有七千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更不要说超过一万公里的东海岸了。 然而，整个二战中战斗航程最大的轰炸机 B 二九空中堡垒，续航也只有五千两百多公里，那还是人家美国的。既然飞不过去，那能把航母开过去吗？哎，更不可能啊！在珍珠港栽了大跟头的美国海军，如今已经把日本盯得死死的，哪还有机会再让它钻一次空子呢？于是，日本唯一的机会就压在了隐蔽性更强的潜艇身上，准确说是用潜艇来装飞机的潜艇航母身上了。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潜艇。 航母的故事，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三本五十六，他希望打造一支可以携带多架攻击机的潜艇航母舰队，悄无声息的接近对方的城市，然后发动突然的袭击，接着再潜入海底偷偷溜走，以此来给敌人造成一种巨大的恐惧。 但是要完成这项任务并不简单啊！首先，它需要有超长的续航能力，能够往返于自家门口与美国的任意一个海岸边至少三趟，不用停下来加油或者是添加补给。这就是说，它需要携带将近两百万升的柴油与能够让船员在海上撑过数月的补给才行。这无疑会增加它的体积。 另外呢，作为重头戏啊，它至少还要携带两架，哎，当然后来变成了三架全尺寸的鱼雷轰炸机，包括装在其上的八百公斤的炸药。为了让轰炸机能够顺利起飞呢，工程师必须在局促的甲板上设计出一条弹射轨道。而为了能顺利的回收执行完任务的轰炸机，还得要在另外加上一套完整的回收系统，包括一台看起来并不小的起重臂。这两样东西呢，通常会在二战当中庞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上面看到。大家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翻我之前专门讲他们的视频。 好吧，以为这样就完了？其实他们跟怎么把三架轰炸机塞进潜艇的舰身里面比起来呢，还是算容易的。因为一架常见的二战时期俯冲轰炸机的翼展大约是十二米，你怎么塞？只能把翅膀给它砍断了塞。所以工程师就需要想办法设计出一架能够方便的把砍断后的翅膀再接起来的全新轰炸机，装在这个上面。可折叠的机翼确实是个挑战，对吧？但日本人还真就硬生生的把这样一个巨无霸潜艇给设计出来了，并于一。 一九四三年年初开建第一艘，次年年底建造完成，起名一四百。 它硕大无比，长度几乎达到了德国 U 型潜艇的两倍，宽度也很惊人啊！为了支撑机库的重量以及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呢，工程师为它设计了一个八字形的抗压外壳，基本上呢就是把两个船体粘在了一起。结果就是啊，排水量几乎达到了同时期美国最大潜艇排水量的三倍之多。为了驱动这台怪物呢，艇上装备了两套动力系统，四台两千两百五十马力的柴油机供它浮在水面上时使用，两台两千一。 百马力的电动机供它潜在水下时使用。顶层甲板的正中间是一个圆柱形的防水飞机机库，长三十一米，直径三点五米，可以容纳三架专门为它设计的可折叠机翼是。晴蓝攻击机。这个就可谓是它的独门绝技了。当伊斯百悄悄的接近它的目标时，船员们已经在水下开始为攻击做准备了。他们会让经过加热的燃油持续的流过飞机的引擎，以此来完成发动机的预热，使之随时可以出击。 当接近目标时，伊四0浮出水面，机库舱门被迅速打开，飞机依次来到甲板。接着，机组人员启动引擎，装载武器，展开机翼和尾翼，将浮筒锁定到位，挂上弹射器。嗖的一声，压缩空气就将一架飞机弹了出去。然后是第二架、第三架。整个过程花费大约三十分钟。在那之后呢，伊四0会下潜回到安全的区域，并在那里安静地等待着轰炸机完成任务后的返航。装着浮筒的轰炸机可以降落在靠近潜艇的海面上。接着，液压臂会。 提起并回收他们，把它们再度装回自己的肚子里面。当然，如果有的时候需要装载更多的炸弹以及更远的飞行距离，这几架轻蓝攻击机也是可以不带浮筒弹射出去的。只不过呢，在完成任务之后，就只能是坠入大海了。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似乎到了日本人那儿，就只是一个普通的选项而已。 当然，除此以外呢，伊0 0本身也是一艘设计极为出色的潜艇。比方说，舰首装着的八个鱼雷发射管，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对舰攻击能力；甲板上装着五门炮，构建出强大的防空火力网；沿着船舷的两侧呢，装着两套平行的防磁电缆，也就是通电的导体，用来综合潜艇自身所产生的磁场。这就可以消除当时常见的通过感应船只驶过时产生的变化的磁场来引爆的水雷的威胁。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一种非常。 特殊的消声涂层由树脂、石棉和粘合剂混合而成，涂在潜艇身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吸收和扩散敌方发射过来的声纳脉冲，并同时抑制潜艇内部的机械噪声向外传递，有效的增加了潜艇的隐蔽性，是 e 400能否成功突破防线、悄无声息的来到美国沿海的关键了。你看够黑科技了吧？难怪美国海军在缴获它之后呢，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战争再稍微持久一点的话，后院着火的自己还能不能一直接？ 坚定的打到最后了，但事实就是啊，一四百连一场仗都没有打过就被沉到海底了。这其中既有战争进程的原因，也有自身缺陷的原因。我们最后再花点时间来讲一讲啊。 先说战争进程啊，山本五十六是在一九四二年年初提出这个方案的，但整整要到一年之后呢，第一艘伊四百才开工建造，而到了这个时候，日本已经开始输掉这场战争了。尤其是在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中途岛战役惨败之后呢，日本已经被美国赶回了太平洋的另一端，原油和原材料的严重匮乏，只让伊四百的建造厂大喊揭不开锅。 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主导伊、e、400设计和生产的三本五十六的死了。一九四三年四月，美军实施了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劫杀，将搭载着日本海军大将三本五十六的伊式轰炸机击落在了不干维尔岛的原始密林当中。于是，原本就不太受待见的伊、e、400，如今更是江河日下。从一开始计划中的十八艘减少到九艘，接着又缩减到了五艘，而实际更是只生产出了三艘，并且时间已经进入了一九四五年。结果就是呢，甚至。 这其中的一艘还没有来得及入列，就伴随着日本的投降而永远销声匿迹了。这是战争进程的原因。那伊四百自身就毫无问题吗？虽然并没有经过实战，但其实也幸好没有经过实战，否则连一点神秘的想象空间都留不下来了。 它的问题其实还挺大啊，我们随便捡几个来说。首先就是飞机的起飞时间太长了，理想速度是三十分钟放完三架飞机，但实际在打仗的情况下肯定是达不到的。而浮在水面上的伊四百呢，就是一个又大又香的火靶子，全舰一百五十名士兵都会为此冒上极大的风险。 接着，要是这会儿真的被敌人的空中飞机发现了，怎么办呢？赶紧下潜呗。可惜的是啊，他下潜的速度也比别人慢半拍，于是风险再加上一个指数。第三点呢，就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放飞机，可飞机也不够争气啊，机械故障频发，就这么三架都不可能每次都放全，总有那么一两架会掉链子。你看这一来一去，风险加倍，收益减半，真是要给他上了战场，估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了。 好了，这就是潜艇航母的故事了。你觉得这玩意儿未来还有可能会出现吗？未来还有必要出现吗？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每周都会把好玩、有趣又不太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A 十攻击机啊，其实不是一架装着机炮的飞机，而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两个重要的细节，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注意到。第一，它那门巨大的三十毫米口径 GAU 八七管加特林机炮呢，其实并没有装在机身的正中央。 而是从飞行员视角看起来稍稍偏左，哎、当然我们看起来呢就是稍稍偏右了啊。这是因为 GAU 八的炮管呢，只会在转到九点钟的位置时才会发射。出于这个原因啊，把它整体往右挪过之后，就能让开火的那根炮管始终位于飞机的垂直中轴线上了。虽然看起来有点别扭，但对射击精度呢却贡献巨大啊。 因为 G A U 八在设计时呢，后坐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使稍微偏离中心一点点，也会对飞机产生一个偏航的力矩，使射出去的炮弹不再聚集成团，而是散布在一条水平线上，精度大减啊！哎，另外，由于机炮的安装位置呢是在飞机的中心以下，所以开起炮来产生的后坐力也会让机头向下倾斜嘛。 哎，又在垂直方向上打出了偏差。为了弥补这一点呢 a u 8其实也不是水平安装的，而是向下倾斜了两度，把低头的趋势呢正好给抵消掉了。再看第二个细节，这张正面照片看起来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对了，就是前起落架呢也不在飞机的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要让开那根粗壮的炮管嘛。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一门插着翅膀的机炮呢？